这局成功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，打得非常的稳，越来越溜了。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，朋友们？龙哥现在是打出自己的感觉来了啊，人感合一了。现在是人本合一这个境界了，怎么打怎么有啊！啊，空马的中间是 King， 手里是玛丽。谁能笑到最后呢？今天晚上龙哥要一战封神，如果说他赢了阿库玛，对吧？继续来看现在的比赛，来对 King 对战八神，龙哥还是要跟他玩力回战。好，发起进攻，但是对方直接能来一个钢 CD 了。现在对面有一援助，就这么力回你，打的龙哥也是没有脾气啊。我龙现在或许想要找一个近身的机会，但是阿库玛不想给他近身啊。一直把他控制在，对吧？半场的距离。还有一个 fast 啊！哎！你看阿宽马在这把龙哥力回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纠结，跳也不是啊，冲也冲不过去，对吧？给你牵制的死死的。很多朋友问什么叫力回啊，阿宽马这种打法就是力回啊。龙哥怒了，龙哥爆了红气啊，段子拳脚收割掉对方的中间，大威天龙非要逼我动图吧，还有一个玛丽。时间完了，直接给了一个玛丽野内卫，成龙还有最后一条命。今天的比赛打得也非常的刺激，比较好看。阿库玛解决了成龙一条命，成龙现在是被逼到绝境了，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了，能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吧，不要想啥自行车了，是吧？把气神拳也不好使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碰到这个老油条，龙哥也是有苦说不出，起身泄风也没有用。你看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对手完全预判到了成龙的想法，下盘三清腿之后，再次把龙哥力回住。成龙破解响击，这好，这个解封抓到之后，东丈那在哪里？叫东丈要打到一套云直吗？直接三气巴死你，给他注意能量吧，漂亮！加油！好了，连人带狗给他踹一脚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个霸体的判定是多么的赖皮啊，色龙把他带不动他，成龙啊。好了，没有近身了，成龙开始发起反击，但是他体力太少了，长途跋涉打葵花，这是什么想法？完了，打球一个连过就要解决了八神。赛点局啊，空白赛点啊，空白说成龙啊，对面好在没有援助，没有气，成龙有一气，有两个援助还在赌，然后
他妈这个厉鬼搞得成龙是筋疲力尽的，你能不能过来呀、啊？能不能过来呀、啊？好了，过来了，脸上被赔了两拳。那现在龙哥血条已经没了，龙哥准备摆一个架势啊，套路他下。阿狂魔不上当，太，龙哥被淘汰了。